散掉，然后又一个这样起来。就是说他一辈子这么小气贪婪，然后最后就是聪明反被聪明误，就算机关算尽，结果是这样子。所以我就希望他那个葬礼是一个艳阳高照的天，然后就一群人就好像那种丧葬队伍乱打，噼里啪啦就这样过去了。所以等于说他们进来的点是他就是晕倒了，然后被抬进来，就抬进来，对，看拜拜，然后被抬进来，然后。就大概一结束灯暗之后，灯亮了。